七啦。七八五。哈，阿罗呢？啥啦哇？七的七的，阿爷爱七的，好比啦。边里一楼七的，大猫边一楼七的，阿巴龙一楼七的，阿林那里楼里七的哇，边我边那样的七的，七的是阿拉宝贝七的哇。谁嘛搞完那个七，谁收皮哇？么内蒙内嘛内蒙收米呀，内陆这边有米哇，这收米嘛老哇老个，谁收米钱太多嘞呀？内陆这边便宜不？我个老大爷爱牛肋骨，那么多些啦嘛，表弟叫我表弟老太，哪个内大西门面偏不钱该铺面搞点？你看你嘛下路钱路小白板啦，小路忙点，对了，给嘛吃不饱哎，好哩个，我那老爸包出来，咱家亲人没得房子，下算透面，我回不了嘛，忙住了，我忙点啊，算不透呀，这白嘛你老亲没必要包点啦的，都看个没人追嘛，路没嘛路票都飘进啦的，就。来个个吹的白的，来个个吹的，我该得病没搞过，比 fight 的吧的。你不管有大爷，你年的晒饭吧给，都在这个来路也让你们接了摘得来。没那位西梅，有几把的马路段，我飘来的钱呢，那个古盘的亚美，把路嘛，我不把那个没多久的你的，今年的。想走的嘛，三姑爷个叫那专业撇大牛，人那单也少那几下了红路了，三大姑，三人身边没大球那大大给你不少了，我某人比较路阿贵那我比没有七大彪，都麻烦那五个叫我下马，谁写的报，要来要个拍拍干的，故意突然的报，对俺的信赖，今朝个位有时突然不错，都在给包票也过了，今朝再来路没少了，哪来不回家？谁人来了？你叫手比个撇刀，撇刀那彪来七度个来，真的要过撇刀比不着个把，谁老过来？咱那撇刀那你说阿里破了，都麻烦来七。好大机会，等地交易啊，地遥控马机啊，阿哥来他妈来骗哦，我不拿来当面。你我被你烧那边，光我被你烧飘那边，你要不拿我的烧炒皮，俺连老那烧呀你。没那位西梅，有几把的大楼砖，我飘来的钱呢，那个古盘的亚美，把路嘛，我不把那个没多久的你的，今年。未来的朝日啊，转一下眉。